大家在主里平安，在马来西亚中国的早上好，在加拿大的西部都不笑房间了。感谢主，今天呢是12月31日，就是今年的最后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哈，在东方已经是早上了，我们这边刚刚过半夜哈。刚刚好过半夜，也是12月31号。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很迟才 WhatsApp 大家，因为我们差不多几个月里面，差不多两个月里面，我家中往往就要经过很大的属灵的战争，因为我先生在马来西亚，他经过很多的试探然后呢。所以呢也包括一两个人这样，所以变成说偶尔就很大的仗着属灵上的仗着。今天又经过最厉害最大场的一个，昨天晚上开始吧，就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战争哈，就是魔鬼撒旦要把三个人拉下地狱。他因为我的丈夫还有两个姐妹啦就是说准备大家背题，但是魔鬼撒旦要把他们拉下地狱，就是不要给他们背题哈，所以就搞了很多事情出来。所以感谢主，说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不是今天啦，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 OK 就是星期日。那我星期日呢整天就有点头晕晕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人会好像现在也是里面会有这个 vibration 有震动啊，震动好像细胞在震动，头上去上面也是在震动，下面也在震动，然后呢偶尔也会晕一点，大概因为太多事情发生了哈，所以变成大概血压有一点高，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会好像有震动这样，这个大概不是血压的问题，是因为现在要准备回家了哈，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 OK， 包括我先生还有两个姐妹，希望他们努力一点 OK， 真的要回家。我讲来讲去就是要准备，希望大家准备好回家。什么事情 OK， 怎样对不起我，对不起怎样，我都能够原谅的，因为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只要大家振作起来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大概都在，你们都会发现说都在属灵上的战争，有些人就梦见哈很不好的东西哈或者是这些不一定有些是因为个人讲的太多或者是这个人讲那个，这个那个人又讲这个，变成一个人就变成一个点复杂，然后就会做噩梦了哈。还有呢，神给的梦通常是当然是平安，然后很和平，很怎样讲，很喜乐的那一种哈。感谢赞美主，除非有时候也有点警告这样。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呢抱着主耶稣给我们的两个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哈。大家都知道，爱你的神以你的全心全力全意。还有一个我这是英语，就是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oul and all your strength, and love your neighbors as you love yourself. 爱你的旁边的人像你爱自己一样哈。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呢，不只是爱家人旁边人，我们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走一端，我们一定不会走错的。我们什么都是根据圣经来讲 ，OK？ 我们所看到的意象 ，OK？ 做梦这些都是配合圣经里面讲的，而且主就是带领我们这一群人，像摩西昨天讲到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准备给上帝的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哈，上帝的家就是主耶稣。书的肢体里面，就是教会准备这个末日的教会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昨晚已经读过希伯来书第三章，如果忘记的话，你可以回去。你再回去的话，你看到神真的很奥妙，他在3000多年前已经准备好了这第一批的疫情要回到新天新地哈。所以大家准备好要回到迦南地了哈，这是上帝一路来准备好的。
那些人不相信的话，你跟人家讲，人家不相信，或者在我们这一群里面，有些人到现在不能够拉到最后，他们觉得有点怀疑什么，你希望大家不要再怀疑，你再怀疑，你失去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就算你旁边的牧师、传道，还有那些人，因为他们没有意象，没有梦见神，没有启示给他们，因为他们祷告不够，因为他们每天的祷告太少了，他没有真正的亲近主，有做工，但是亲近主没有 ，OK， 跟爸爸谈话的时间很少，所以他们得不到上帝从天堂下来，从宝座下来的信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也没办法，因为愚昧的人毕竟是愚昧哈。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录里如果没错是在22章里面讲说，那些人要愚昧的让他愚昧，要聪明的让他聪明，要公义的让他公义，要正义的让他正义，要圣洁的让他圣洁。OK， 要继续做邪恶，让他继续做邪恶。因为真的在这个时刻，你不能够再跟人家多讲了。我记得我去新天新地那一端，我有问有一个人哈，名叫 Jamie， 我们 Fairyton 这边的加拿大人啊，然后我说 Jamie 的家在哪里呢？因为我要看一些我认识人的家在新天新地，神就没有给我看到他的家，但是给我看到他在车里面一直流眼泪，一直擦眼睛，一直流眼泪，一直擦眼睛。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我跟他讲的。最近好像是8月9月的时候有 invite 他过来我们这边 ，OK 啊，然后呢，他跟我讲话很讽刺我，那我就不讲了。那我自己跟我自己讲说，感谢主，不久了你就会 Jamie， 你就会在车里面一直在流眼泪，因为你的女儿不在了 ，OK， 女儿不在了，你不相信莉莉跟你讲的话，现到时候你就在车里面一直哭吧。我希望会后悔，我也跟他讲过，审判是用来悔改。当然大家都知道悔改，有悔改才有救恩，对不对？还有一个见证就是说我忘记是哪一个几个月前半年前吧，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也是在 Fairyton 里面的华人，我也跟他们讲过这个废弃的事情，新天新地，我到过新天新地，他们不相信。他说就好像从来牧师们没有讲过，就是提起牧师没有讲过就不相信。OK， 所以牧师呢，被留下来的牧师，他们真的要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啊，教训。OK， 感谢赞美主，我遇到很多牧师，但是我的教会的牧师就不一样，我的教会的牧师他是读到博士学位的，他非常相信我跟他讲的话。感谢主，我的牧师。我教会的牧师，两个牧师都是博士学位，他们相信我跟他们讲的话，因为我讲的跟他们讲的见证啊，都是配合圣经里面讲的。还有一个呢，这个人 ，OK， 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他的太太背起了，他留下来，他穿着红色的 shed。就是说他很爱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不见了，然后他就跑到后院那边跑，周围一跑跑跑，找不到他的太太，他一直在流眼泪，他的眼睛一直擦着他的眼泪，所以擦着他的眼泪，所以我就不看得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就是很像，但是因为眼睛在用他的手遮盖起来，我就不能够说100%确定，但是我很相信是他，因为身材什么都很像。所以大家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好像上一次我忘记了是2-3个星期前吧，看到了一个意象，就是讲 new bag 是什么，新的不能够接收。什么是新的不能够接收呢？这些就是听了这个末日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但是他们就要不愿接收，而且还在怎样讲责备。还在讲不东不西的东西，所以这些人不 qualify， 不能够进天国。大概以后可以，但是现在就不能够进了哈，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一第一批的人进去。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如果我在去年一年前我没有去过天天的心地，我今天很有可能说莉莉不能够这么肯定的跟大家讲，因为我去过，我看到那边很多东西都看过，而且我偶尔我也还会看到新天新地，我的家现在里面都准备好了。 OK， 感谢赞美主，偶尔还会看到其他人的哈。所以呢大家你不要再怀疑，再怀疑我也没办法，上帝也没办法了，因为上帝已经给大家一个机会，但是不能够拉到最后的就淘汰了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西地华乡生来的灵命质量呢，是在哦忘记提摩太书吧，忘记，因为他在上面 OK 提摩太书，然后讲到忘记就是我们要得到冠冕啊，神要赐给信他的人打完仗得胜者冠冕， OK， 就是这个意思。好，我就读这个灵命质量哈。荣耀是人最高的要求，也是神给人最高的盼望。世上的一切的荣耀不过好像浮云， OK， 就像云这样一下子就消失，就流走了，消失了，野花一样很快就消灭了，很快就消失了，毫无价值。唯独主，唯独神为人所预备的荣耀才是真实而永久的，只有上帝预备给我们的荣耀才是永远久久的。那只有在基督里面，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讲到主耶稣，每一天都讲到天父天子圣灵。还有人在怀疑我们说我们是异端的话，那我只能够讲一句话，他这个人这些人没有留下来，是怎样讲，100%是留下来的，我很肯定的讲，因为他们不但不相信圣经是100%正确，他们还怀疑圣经里面讲的， OK，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接下去哈，他讲到唯有在基督里面呢，才能得到所应许的最大的荣耀。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荣耀不同，分别也是很大的。冠冕就是荣耀的象征，却不是每个信徒都能够得着的，所以不是每个信徒都能够得到这个荣耀，得到这个冠冕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讲的一清二楚，再不了解这样这么简单的话，真的没办法了哈。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拉到今天的都是很诚恳的基督徒，都是要抓紧着主耶稣，一心一意跟着主耶稣的，每一天盼望，每一天仰望，每一天思念神的， OK， 思念主恩的这一群基督徒哈，就是主耶稣的新娘。好，冠冕是特别是给那些得胜者，只有得胜者才有冠冕哈。什么冠冕呢？就好像皇帝戴上去这个冠冕哈，不止比这个更深奥的意思哈。所以有成绩的，我们大家都有成绩，这个我已经给大家讲好几次，我看到的意象是一个文件里面有成绩的哈。在比赛中的得胜者呢，在战争中的得胜者。我希望我丈夫他华语不是很好，会明白哈。在比赛当中得胜的，以比赛来名你啊，在战争中得胜的，在the spiritual battle to be okay the victors from in the spiritual battle only those will receive the glory of God,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glory. Okay, 还有在苦难中得胜的人，圣经。提到主要是冠冕给那些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节，雅各第一章12节，还有启示录，我会接下去。启示录第二章10节，为主忠心劳苦做工的也可以得到，就好像一些人他们很努力的拼命的为主传福音，为主做事工，但是不怀疑主，要信靠与顺服，不是那些要靠自己的实力的，不能够靠自己实力，靠自己的实力一定失败的哈，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实力一定失败了，所以一定要靠主的才能够成功。彼得前书第五章4节讲到呀，也有这里特别提到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就是不只是听到，还不只是信道，也要行道。行道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是这件的事情是错的，
你就不可以去做。OK， 丈夫，如果你知道这一件事，这件事是坏，是对你不好，是一个罪，你就不要去做。你做了一定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是跟主讲对不起，不只是讲对不起，就是自己很 sorry， 很懊悔，很 sorry， 很惭愧，不只是惭愧，就里面很心痛。为什么我以前这么笨？为什么我做这些错误？我要悔改，我永远不再做，我永远要提醒自己不再做了。OK， 不只是我先生，大家每一个人，然后也包括我在内。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熟道，就是说不只是听到，也要行道哈。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都做得很好很好。OK， 只有一些而已哈，一些而已，因为大概太忙啊，大概心还在这个世界啊，就要OK， 好像说哦，我要准备丽丽一直讲说要回家了，哎呀，不管啦，我要买新的冰厨啊，我要车啊，要做得比较好一点，还有呢，我的什么嘞？还有什么？哦，我的屋子啊，要建比较大一点。这些人是没办法了，已经没办法了。OK， 如果不相信莉莉讲说就要回家，那就祷告吧，对不对 ？OK， 不是说 OK 每一天，上帝啊，很忙很忙啊 ，OK 很忙，上帝你知道吗？很忙，等我的工作做完了，等我的屋子建好了，等我娶个老婆啦，我才有时间给你，上帝。OK， 我相信你一直照顾着我们，因为很多人都讲说一次得救，远远得救，得救了接受主耶稣之后，就算我犯什么罪我都能够的，因为神你已经原谅我了，所以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像那个萝卜一样，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OK， 他听到那个萝卜没有生命没有灵魂。 OK， 啊，萝卜是没生命， no, no life no soul， 静静的 whatever I want to do I just do itI do it, nobody can control me. OK， 所以这种的想法是非常的错的哈。OK， 不只是我先生啊，大家都要谨慎啦哈。OK， 感谢赞美主。还有这边呢是讲到哪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还有接下来这边特别提到美好的账，这个已经讲到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说，长袍的袍系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就可以得着公义的冠冕。这冠冕是不消产，就是产坏去啊，就坏掉，不会坏掉了哈。这个冠冕是远远在那边的，是不朽坏的，是不会坏掉的，远远长存的哈。是一种，是一次远远决定的。OK， 你一次了。OK， 你决定一次跟从就主耶稣到最后。OK， 当我们回去那一边的时候，你就远远远远有神给你的荣耀。这荣耀是远远的，所以没有努力，现在没有努力亲近主的人，真的以后是很后悔，后悔来不及啦。所以我们当中呢，我相信也有传道离开啦，或者是一些人离开，为什么？因为他很怕，他不能够见到主，真的不能够见到主。为什么不能够见到主？为什么不能够？因为没有准备，因为一路来不相信，而且做的事工都是爱慕虚荣，爱这个世界，所以准备不了，很羞耻，很惭愧，不能够见主，所以就退出去了。接下来 ，OK， 见主是一次远远决定的，见主后再也没有机会去重新得着了。一切是今生现在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决定好了，现在就要决定好。所以我们每天在做什么呢？慢慢的走吧，慢慢的走吧，家人每一个人不要慢慢再走。还有我的弟弟，弟弟还好 ，OK， 妹妹，哈、啊，还有 Auntie 啊，你不要再慢慢了，好不好 ？OK， 做逃避吗？逃避吗？主叫你做什么你不要做，你要逃掉，像像 Jonah 这样吗？ OK， 那是后来 Jonah 又回来哈，因为神把他抓回来了。然后呢，是不是说有责任不去干啊？或者是你是哪一种协力追求的，追求的很努力的追求主义，这世上这一群人每天都等着信息，每一天都神啊，我一定要把你放第一，我一定要把你放第一啊。所以这种人才是对的哈 ，OK。然后神给你这个心动、心跳，叫你去跟人家讲福音，那你就要跟人家讲福音啊，不要说不要去做 ，OK。
接下来拼命的征战 ，OK， 征战就拼命的跟魔鬼打仗。其实我们这两个月里面，两三个月里面的战争都是属灵上的战争哈。我先生在马来西亚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他做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然后就做出一件又一件的错误 ，OK， 搞得很麻烦的事情出来。所以呢，变成说他在属灵上他是非常软弱的。其实我们都在战场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努力，也谢谢大家上一次教大家替我先生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哈，感谢赞美主。好，这讲到至死坚守，守住主的道，行完神的旨意，胜过一切仇敌了。时间不多了，这边灵命之粮日粮讲说时间不得，这是神给我们讲的，这些灵命之粮早神就准备好了，带领这些人写出来的灵命之粮，真的每一次都觉得非常正确，就是配合神跟我们讲的话哈。这边讲到时间不多了 ，OK， 然后讲到什么看不到那个字啊，主的救恩 ，OK， 那就主的救恩做最后的努力啦，真的今天就要做最后的努力啦，感谢赞美主。好，我今天看到的意象是前几天就有。神有给我聪明智慧 ，OK， 但是我没有一个100%的确定。今天他给我一个确定，所以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时间还剩下多少。但是我很怕，我现在还是很怕说还有一段没有启示给我。我相信如果没有另外一段的话，我们就是解决了，好吗？我们还就解决了，大概明天就是最后一次 ，OK。如果没有再下一个台阶的话 ，OK， 大概明天是最后一个了哈 ，OK。我只是这样讲了哈，感谢赞美主。好，大家看这些图片，所以刚才也做了功课，因为这些属灵战争整天哈都很忙，然后因为我们毕竟要全家人备题嘛，也要每一个人备题。所以请大家要知道，我真的什么世界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它走 ，OK， 但是人的生命是不可以的，是很宝贵的 ，OK。被提之后留下来的人，真的很可惜。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留下来的话，是非常可惜的哈。那时候你再哭也来不及了，远远来不及了。好，接下来昨晚万能神照常出现，大颗的星 ，OK， 被提另外一端，然后天使满天空哈，但是都是白色的哈，都是白色，下面星就比较暗一点，然后才能够外面才能够看到这些灯光，对不对 ？OK， 如果全部都是白就看不到了，就没有一点暗色给你看到另外一边了哈，就是有一些是暗的，那你另外一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哈。好第一那边。我昨晚其实我都有这四个意象，四个意象了，但是没有讲，因为昨晚已经一面了哈，已经很长了，所以我就今天才讲昨晚看到的。昨晚呢，是这样，我就看到那个 Ramda， 只是因为我 iPhone 里面有时候他们会放那些那个 Ramda Action， 他放上去，因为我很久没有看了，主持人就不叫我不要看他们的，叫我仰慕以主耶稣，仰慕以主耶稣圣。灵的工作者仰慕以天父天子圣灵 ，OK， 不要看别人的 video， 所以我就没有看了啊。上次有看他外面就是写着什么哦，有觉得很大的 castle， 就是很大的堡垒。然后我在想说，主啊，好像我没有看到我在另一端有很大的堡垒。然后我说，他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都在另外一端有一个堡垒，好像 Ramda Action 他们这些都希望说他们的哦很舒服在那边什么。但是呢，主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欲望？我也没有看到我的物质像堡垒一样了。然后呢，我跟主席，然后就到我的头脑，就到我可以讲到，就进去我自己本身。想到我的心愿是什么？我的心愿不是一个堡垒，主啊，我知道我的心愿是要跟大家一起，可以是跟人群一起，是跟小孩子 baby 一起，我要做 baby 的每一个 baby 的妈妈或者是婆婆奶奶 ，OK。那时候呢，神就跟我讲说，他说
他说，对，我没有堡垒给你，但是呢，我整个国度是你的。他讲，我整个国度是你的。我说，什么？整个国度是我的？然后他说，你看，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我说，天使啊，天上的天使。对，你知道吗？这些天使们都是你的朋友。神说，天上的天君天使们，在天上的每一个都是我的朋友。所以他说，你拥有的，你不是一个堡垒，你原有的是一个国度。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国度，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朋友，都爱你的，他们都尊敬你，都爱你。你看，叫我看，当然在我的眼前都可以看到天使二十四梯啦，可以看到新天新地。嗯，你说莉莉不可能啊，你在讲偏话，那我神经病啊，我要自己下地狱吗？我要我家人下地狱吗？我没有看到，我怎么可以说我看到？这个罪有多大？所以大家不要再疑问了，莉莉没有神经病，莉莉也不是讲骗话，莉莉讲骗话就是属于魔鬼的。我每一天每一天都追求主耶稣，追求天父天子圣灵，每一天好好珍惜我们的主耶稣。难道我向主耶稣讨面包，他给我什么？给我石头？我向他讨鱼，他给我蛇？不可能的。难道我们的上帝是这么残忍的吗？难道我们的上帝是没有能力的吗？输过魔鬼撒旦了吗？那莉莉每一天盼望着主耶稣，但是是魔鬼在做工，那是什么话呢？那就不是把魔鬼抬得很高啦，对不对？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最高的，最是万能的，那为什么你要相信是魔鬼在我身上工作呢？对不对？我有没有教大家去珍惜魔鬼撒旦？我有没有教大家不要爱主耶稣？有没有教大家主耶稣不是上帝？没有，我跟大家一次一次在讲，主耶稣就是上帝，他不只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本身也是上帝。我们相信的只是三位一体的神，天父天子圣灵， OK？ 然后我们所讲的都配合圣经，里面都根据圣经走的。那还有人在怀疑我的话，我跟你讲，我没有话好讲了，因为怎样，结局就到了。再怀疑的话，真的，如果今天你要怀疑我说，那莉莉怀疑的话怎么办？怎么办？那不是使主耶稣很伤心吗？不是指天堂那些我的朋友们、天使天君们伤心吗？他们这些几千来几万年的努力，看着这个莉莉这么辛苦，每一天陪着莉莉，莉莉还这样怀疑。不只是莉莉怀疑啊，她旁边的人跟他们讲的都怀疑。那我们是不是使我们的上帝绝望的绝望？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些无知的人，他们认为他很聪明，圣经没有多读，认为他很聪明，认为他怎样讲，没有靠圣灵来了解圣经，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实力去认识圣经是错的。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认识圣经，来认识神跟我们讲的话，因为圣经毕竟是圣灵自己写出，是给人家聪明智慧写出来，是圣灵自己，是上帝自己本身的话，只有上帝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上帝的灵来跟我们解答，不能够靠人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来解答问题的哈。所以大家都有聪明的头脑，大家自己都会想。然后讲到这边小孩子，然后突然间神给我一个什么一个图片我不知道有没有动，好像没有什么动 ,OK? 就几个小孩子，很穷苦的小孩子，好像去越南的小孩子，好像那些Cambodia, 柬埔寨的小孩子，一个大的盘子在里面，几个人在那边很穷。那我一直在流眼泪说啊，我要这些小孩子，我不要堡垒，我真的不需要堡垒，我不需要堡垒，我不需要那些钱财，我不需要这些，我要的是人的生命，是他们有永远的生命与主耶稣在一起，我要他们得到幸福。我跟你讲，我跟主啊，你最了解我，
然后会感觉到天堂都在微笑，都在开心。难道你说莉莉啊，你是异端啊？我们都很爱钱财，我们很爱堡垒啊，那你为什么这么笨？你是异端吧？但是圣经有没有读得清楚？爱胜过一切，信心爱什么 ？Faith, hope, and love， 信心、盼望以及爱心，哪一个最重要？就是爱心。所以大家今天还怀疑这一群人，还怀疑莉莉的话，真的没救了，没救了。OK， 在优酷里面，在 YouTube 里面的，在什么 Shino 里面的，在我们 WhatsApp 里面的，如果今天再怀疑我们这些，真的没救了。那我只能够，我跟 Kelvin 讲，只有那些人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仰望着主耶稣，等着他来接我们回，这些人就是得胜者。其他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忙了，真的，我们能够做的已经做了哈。感谢赞美主。好啊，接下来呢，我就看到一个瓶子哈，一个瓶子好像四方形的瓶子这样，白色的哈瓶子，然后它的盖子是黑色的，盖子的黑色上面有那红色的，好像有字，有这样，这样红色的一排，然后下面又有黄色的一排，黄色就是代表等待 ，OK， 红色就是紧急啦哈，啊，只剩下两条线而已 ，OK， 昨晚已经很迟了 ，OK， 但是还没有哇塞之前，然后之后呢，我就看到二一个圆圈，外面是写着二，是白色的字。圆圈外面写着二，圆圈里面写着十一，是真光出来的字。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的 left eye 就是我的左眼睛自己有一粒很大力的眼泪流下来，所以今天有没有看到异象？这边好像在哪里，在第五那边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OK。就听到主说辛苦了，莉莉，我知道你辛苦了，我知道你在这个属灵上打的仗，你辛苦了。很多次主都说莉莉，我知道你辛苦了。神也跟大家这一群人，我可以说很坦白跟大家讲，神跟你们讲辛苦了，辛苦了，我的子女，你每一天很努力的听。上帝就是上帝给你的信心，你每一天都有这个信心，你每一天都盼望着神给你的信心。你辛苦了，儿女、子女们辛苦了，好吗？神跟大家讲说你们辛苦了，一样样的。神跟我讲也是跟大家讲，因为我知道神的为人，我知道神的心，所以我只能够跟大家讲，上帝跟你们讲辛苦了，他都知道哈。然后一分钟之后呢，那个异象看了一分钟之后，就听到铃声在响啦，真的铃声叮响，叮就一声叮，铃声响啦。好，我再回去看讲刚才看到的异象哈，二十一在里面，然后这个十一不见了，就看到新天新地那一段，但是那个二还在那边。好，那接下来我写着第二那边是早上看到的异象，写着 two sing songs。大概你会觉得说，莉莉啊，这个英语是 broken English，OK？、Okay? 但是神就是有时候就用 broken English， 就是证明说不是我讲的啦 ，OK？ 就是 two 两个 ，sing 就是唱歌 ，song 就是歌 ，OK？ 两个唱歌什么意思呢？就是剩下两首歌啦，今天一首，明天一首，这是我相信的哈 ，OK？ 到我聪明之日，如果没错的话，好，接下来我就是一排一排过去啊。不要紧，我就到第三，接下来看到什么？看到字，我就很注意看，没错啊，是金色的光照着，我忘记说下来，金色的光，这些字都是金色的光照着哈。我他的字也有些是白色，有些是金色，就写着上海岸。OK， 上海岸是什么 ？On to the shore， 就是我们要上海岸啦。OK， 就是我们要上去天国啦。OK， 上岸大家都知道 ，OK， 上天国啦 ，OK， 到岸了，就是要到 mainland 了，要到大陆了
好，接下来那时候那时候是对呀、你知道是早上早早，昨晚我很迟才睡，因为我先生的问题，很迟很迟才睡，4:06，突然间听到我的属灵的耳朵，哪一个好耳？如果我没错，是在我的右耳 ，OK？ 没有，两个耳朵，两个耳朵，我两边耳朵就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来？听到，你知道一个死一个人哈，他要死的时候，对不对？他后面的声音就是。我也不知道怎样做，就是你在医院里面，他们最后一个声音，那个 monitor， 那个东什么 monitor， 大家知道 monitor 哈，他会看这个人的心跳到哪里，到后面是一条线过去，那个声音 ，OK， 就是那个声音，我也不知道怎样讲他的声音。好，就是我们到最后了。好，接下来呢，第四那边我就看到，就是像我画这样写着三。orange color 橙色的写着伤，然后点就是伤了没有了，伤了之后没有，停止了 OK， 伤了之后停止了，伤也是代表完了 OK， 但是要知道我今天都是看到二 OK， 看到二，那这个伤就是我讲我们最后这个伤乐伤啊，上一次有看到11、12亿那个时钟，今天怎样讲，这两三天就是最后的三天了哈。好，但是今天一直启示给我们二，大概我们就是剩下两天，不一定还没有两天了哈。好，第五那边我就看到我放那个笔的那个一个瓶子 ，OK， 这个瓶子呢，就里面有这个 marker， 这个 marker 一个是倒下去的，两个彩色笔胀起来的，只剩下两个胀起来，因为我们是在最后一个台阶是伤嘛 ，OK， 伤，但是一个是倒下来了，剩下两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剩下两天了 ，OK。接下来第六那边我就看到一个 V 哈，两个手指 ，OK， 是一个是手指这样子，就 V 这样，就很像 peace 这样。但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讲两个，那我去找我以前看到的意象，就在12月13号那一天有看到四个手指 ，OK， 四个手指，大家都知道那天看到圣灵的手指好像是20，然后这边有写24号。24号有四个手指，是三个蓝色，一个红色，红色是代表圣诞节。然后28号那天又看到圣灵的手是三个红色的彩色 ，OK， 红色，然后一个青色啊，这个就代表28号到31号。然后呢，至于他就后面有两个。就放青色，因为青色跟红色是一样，昨天已经讲过了，有一次看到一个时钟，那条真的是青色，然后没有红色，然后它的圆圈是青色哈 ，OK， 就是青色蓝红色是配合的，是一样的。大家知道神坛上讲到时钟有好几种时钟哈，所以有时候我就变成 confused， OK， 复杂去，但是还是要等候神来解答。那我在刚才做了功课，12月17号那天有看到两个圣诞树 ，OK， 圣诞树今天讲二就回去看，讲到两个圣诞树，然后也有在12月14日那边有看到最后一个手指就是右边的右边的两个手指的话是右边一个哈，一样都不一样的手指 ，OK。是青色的，那时候就讲要上去了 ，OK。然后12月14号也看到二，也有看到二，还有11月2号有看到两天，还剩下两天，两个标杆 ，OK。这个黑色大概是因为那时候还是11月嘛，还不是12月才什么都是亮了哈。那时候是用黑色了代表，就是讲那个时候不给我们知道它的颜色是什么 ，OK。就讲到最后两个，好。接下来呢，我就看到第七那边看到什么呢？看到六，哇，今天早上很大的六在我前面。我说主啊，你前几天不是跟我，不是我好像只有几天了，怎么突然间今天会出六出来主啊？他
到底我没有 confuse 啊，又在弄错了吗？主 ，OK， 然后我一直追求，追求主主啊，你跟我解答这是什么六啊，这是什么六啊 ？OK， 那之后呢，他给我一个就是整一棒都是那个真光的哈，然后中间那边有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就好像核桃，就是 peach 啊 ，peach 加一点，就讲红色、黄色这样哈的颜色哈。好，接下来我就看到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追求神圣啊，什么是六啊？什么是六啊？神什么是六？那就给我看到一项，一项很大的，我女儿，我在就是楼梯走上去嘛。OK， 看到一箱，这是一箱啊。看到我女儿就穿着这个衣服，上衣是白色洁白的颜色，到她很蛮长的，蛮长。我的女儿是真的，她很爱主的，真的。她怎样？有时候脾气会有一点不好，但是她是走正义路的人，她就像我儿子这样不讲偏话的那一种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那一种人哈。她很乐意帮助人家。但是不愿意，不愿意利用人，不做利用人的事情了啊，可以这样讲。好，就看到他走过来，肚子大大，而且他是怀孕嘛，肚子大大一样的。然后他走路有一点，好像很累了。当然，我们这几天在属灵上的战争，我先生在马来西亚的事情啊，战争我他也零累了，他也是 traveling 刚刚回来哈，就是看到他很累的走路这样，而且等候主的再来也等到很累了哈。OK， 那就是看到他。当然在这里面呢有三代，一个是我是做婆婆的哈，就是外婆了哈，我的女儿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她胎子里面的是第三代。当然这个意象里面没有看到 Joshua 哈，就是讲到人的三代了哈。接下来主就给我看到什么呢？看到你大家记得吗？好像在28号那一天，有没有看到天父来那一天 ？OK， 28号看到天父 ，OK， 后面有很多礼物 ，OK。那天父上面我画了一个比较浅一下，有一个意象就是我现在很热了，身体非常发热，现在圣灵在充满我，非常非常热，我不能够流汗了 ，OK 啊，在OK， 就是牙也。叫牙签有四对牙签 ，OK， 上面一对，中间下来一对，旁边一对 ，OK， 那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不敢讲，是因为怎样，我的头脑是讲一个是东一个是西，如果是一个东一个西的话，那不是四天吗 ？OK， 那就很紧张咯，四天咯。28号也算进去一天，那就是28、29、30、31。就是还有连那一天只有四天了，所以我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要很确定，因为时间太很短很短了，所以呢，今天神就给我看到什么 ？OK 啊，大家转，我就转回去，看到这个牙签剩下上面一对牙签，下面一对呢，中间的一对已经分叉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了。那就确定说那时候圣灵跟我讲的一对牙签是代表一天，一个象征东，一个象征西，就是东西我们有中国马来西亚是在东 ，OK， 西边我们这边有加拿大，有这边加拿大从东到西，然后也是西边，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一直还是问住啊，什么六呢？六呢？ Okay, 六还是要问六啊？六还有好几天六啊？那神就又给我看到一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 ，OK， 坐在那边，但是她的头不给我看到她的头啊，因为我相信是真实的一个人在那边 ，OK， 她不给我看到她的脸，所以就遮盖起来，给讲到她的看到她的身体这样坐在那边，是看到她的衣服。我看得一清二楚 ，OK， 又是人了哈 ，OK，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手指 ，OK， 这个画面是比较小的哈，这个手指指着三 ，OK， 指着三，那当然我有做点功课啦，等下再讲，然后呢，我还不够神了，我还要更正确的答案，然后他就给我看到一张纸哈，一张纸就好像不止这些，他之前我好像有听到声音在撕纸，在撕掉一块一。一
孝子，你要撕纸啊，把那个纸把它撕下来一点点 ，OK， 然后就给我画面看那个纸，只有一点点，就是 a small piece， 大概差不多可以讲说一寸啊，一寸一寸一寸这样，然后啊，快要三角形的一张纸，就是讲说很短很短的时间啦 ，OK， 那我只有看到这个红线，大家你知道布纸的话，都通常上面到下面有一条红线，对不对？然后从东到西有蓝色的线，就是一样样的哈，一样样的。好，接下来呢，我就看到啊，看到一项在我前面的比较小的前面比较远一点，是一个差不多60多岁的男人哈，他戴着眼镜，真的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我旁边，在我的 left side 就是左边呢，是一个女的，是一个少年人 ，OK， 比较差不多10岁这样，也不是少年人，差不多10岁了。在我的 right hand side 那边就看得不清楚，因为我注意那个男的哈，那旁边就没有那么注意，就好像是男的这样。他一直跟我讲什么嘞？啊，是讲到六就是人嘛，就是 man。为什么 man 这么重要？我忘记写下来。就是昨天不是看到一项神说 an offer， 然后 alias us， 然后下面又给我看到恩典，我忘记写下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讲，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offer of grace to offer of grace of man。上一次不是有看到 on， 然后一个六，然后 man， OK， 你我那边我有写11月30号那一天。OK， 有看到 all， 然后六，然后 man， 就是说联合组起来，昨天就上一次的，就是说神说我供应给你们的恩典，我供应给人类的恩典。OK， 我就是这个我们呐、啊，我们是上帝，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供应给人类的恩典。OK， 背题就是上帝供应给我们人类的恩典，好不好？啊，好，我就做一点功课哈。好，我知道了，六是人类了哈，不是讲到六天了哈。那再回去12月7号那一天是有看到上，然后人就上 ，OK， 上，不是有看到一个手指指着上吗 ？OK， 上就是三天就要上了，上了哈。啊，也不是说三天，今天一直讲到二了哈，大概今天就剩下一了。现在是星期一了哈 ，OK， 我们还有星期一天。好，那大概东方那边要星期二，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只能够等一阵子了哈。然后呢，人我有看到三个人 ，OK， 然后也有看到其他人，好像我跟我的女儿跟孙子肚子里面的也是三个人 ，OK， 然后还有这个女的中年人 ，OK， 是一个，但是也是人 ，OK， 也是人哈，已经到中年了，所以上人上。其实加起来就是六嘛，对不对？好啊、接下来看到牙签我讲过了哈啊、有没有看到很大的颜色的六哈、啊？是整个六里面有个红色的零在里面啊啊，有没有看到一个箭头 ？OK， 那个意象是在12月15号星期六看到哈、啊。OK， 那24号呢是看到三，也有看到三，然后那一天有看到的上。意思是三天三乐这上就一样的一天看到的，然后一样的一天也看到啊、神的手指指着啊、怎样讲中间三个下去 ，OK， 最后一个手指啊、打开出来给我看到是蓝色的，这就是配合啊、配合28号到31号圣灵的手 ，OK， 最后一个手指是最后一个手指是蓝色的，如果没错，没有，最后一个手指是蓝色，就是第一天不是，是24号到27号那个，OK， 最后一个手指是蓝色，就是你说你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个意象是在12月24号看到，哦，那也是配合，后来有看到另外一个啊。对不对 ？OK， 不要紧，我不要去回去，要不然时间花掉很多。OK， 好，
我没有画圣灵的手哈，但是这个已经放上去，大概不是12月24号吧，是比较早一点的，大概11月，但是不要紧，就是配合啦，配合啦。还有这个牙签的，有没有看到牙签啊？在11月6号哪一天 ？OK， 这个牙签是我拿我的笔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拿笔过来一个牙签出来。OK， 一个牙签出来，然后我有照相给大家了哈，里面有两个黑色的圆圈 ，OK， 是配合今天只剩下两天了哈，啊 OK， 然后啊，到我就是就是一两天了啊，然后也有背后那边是搞了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背后是一个圆圈，然后有一条线上去哈 ，OK， 就是两天，然后现在我讲的可以说一个圆圈，然后要上去了。所以大家，我相信，我是相信了哈 ，OK， 相信我星期一里面的哇塞是最后一个了哈。好，号角声，我忘记讲号角声，看到六的时候有听到号角声有2秒钟，然后号角声的声音，然后后面又拉一阵子哈，拉一阵子号角声。今天听到号角声，听到铃声，听到那个钟点的声音 ，OK。还有一个是5:32，是听到 ，OK， 是这样。我在坐在这边，然后我的左边那边电话是放在下面，比较过来，不是在这个桌子上嘛？那个时候，但是桌子上呢会这样 就好像电话 vibrate 这样 其实没有东西在那边 ，OK。所以有几个声音啊，然后号角声也有铃声，还有这个好像做终点人的命要到终点了，那个声音也有哈。那其他的大家就自己参考了哈，参考我画下来的都是前一阵子的看到的意象。还有一个是啊，11月24号是讲到我等你们画，就是我等着你们化身 ，I'm waiting for your transformation。I am 就是上帝 ，OK， 等候我们的化身 ，OK， 等候我们的化身。然后说一家就是我们一家可以讲我们一大群人 ，OK， 啊，一家回家了，我们一起回家 ，OK， 一起回家。好，今天就到这边，对不起很长，大家继续努力，我很肯定的。哦，忘记，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30、31。有没有看到后面最后最底端那边这个right hand side OK 右边那边有没有看到12月6号星期四写着什么30，然后一画下来31，然后这边写你回家 OK， 你可以自己回去12月6号的看到的啊意象那边，还有啊也看到了两个好像牙签啊或者是筷子 OK。这边是讲两双，只是两双，就是好像牙签也是两双而已了哈，就是一个牙签是向东，一个牙签向西 ，OK。还有啊，其他就自己参考了哈。还有上面还有30、31，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11月27号星期二，也有看到30、31 ，OK。30、31 ，OK。30、31，那上面也有画着两行后哎。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到最后两天了，然后下面写30、31了哈，我知道，我相信是最后两天了哈，然后写就14号，12月14号是有两写作二金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啊上最少上次看到什么，我很爱睡，但是还是要起来写，因为神说我就看到这个意象就赶紧爬起来写是 T 我们到那边，然后写着 God's handwriting， 那时候我看到 God's handwriting， 我就赶紧爬起来写下来了啊。那是12月10号，然后那一天也看到的上，就是当上呢还差了一画，然后又一直看到这个 T 的下面有一画 ，OK， T 的下面有一画。对不起，今天很长，因为非常重要哈，大家对不起啊 ，OK， 你们的努力忍耐都有奖赏 ，OK， 感谢赞美主，是神很喜悦了。我们最重要是神喜悦，对不对 ？OK， 因为我对他有信心，对他有信靠哈。那接下来就上面一点，就是在12月3号那一天有看到两个牙签或者是两个筷子，然后一支笔长长的，就是向着西北那个方向，向着西北那个方向，就是回家的那个方向 ，OK。这边可以讲说是两天，就是配合今天的意象了哈，就是以前看到的意象都是预言的，都是预言，说到时候我会启示给你，到时候
两天的时候，我会启示给你，会给你看到二，会给你看到两话还是什么？就是神那时候我们不懂，那时候就是神说你等候，你等候，如果没有发生，你再等候，没有发生再等候，等候我一定会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群人是信心经过很多考验，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所以如果牧师传道们他们离开，让他们离开，那些人做基督徒几十年他们离开，让他离开，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能够坚持到最后。 OK， 我只能够这样讲啊，对不起啊。 OK， 今天很重要的一天，所以讲话有一点比较严重一点，因为真的要很认真啊现在。 OK， 好，接下来有看到11好多次看到11，但是我只画到这边11 OK 那在12月10号，然后也有看到应允许，就是时间到了，允许你们上去了，应许答应你们的祷告，允许你们走了 OK 那边有，就是一天一样的一天，写着11 OK 写着11。那旁边那边有没有看到3也是11，再过来也是11 OK。还有这些圆圈都是给一个记号，就是说这个我就不要讲，要不然讲不完。然后也有看到2青色的圆圈里面，上面也有21 OK， 就是背齐在2号吗，或者是1号吗 OK， 正月1号吗？如果我们讲两天一天的话，大概是正月1号啦 OK， 正月1号，正月2号这样了哈 OK。11就是正月1号，对不对？大概在西边嘛，那东边呢就要2号，还是说一起在11号了啊？这正月1号，好不好？所以我们一直看到11啊，11也是背题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不敢讲前几天，因为我没有一个100%的确定，但是我今天可以讲很确定的跟大家讲说，很有可能是正月1号了哈，或者是东边会到正月2号，大家继续努力 OK。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多多祷告，感谢赞美主，阿门。